陈展鹏同林夏薇呢日应邀担任游戏节目嘅嘉宾，展鹏近日多咗时间留喺屋企，同女女嘅感情都好咗好多。啱啱仲为小猪比庆祝咗一岁生日添啊！琴日3月24日咯，系佢新历嘅一岁生日咯，系啊，咁啊其实最开心就系妈咪咯，因为个女生日其实佢又食唔到啲咩嘢嘅，都系饮奶嘅啫。今日妈咪就食咗好多佢好想食嘅嘢咯，因为琴日都出咗去supermarket 度买咗好多嘢翻嚟庆祝，大人庆祝。至于林夏薇就喺屋企沉迷煲剧，仲因为韩剧《爱的迫降》而重新练琴啊！咁之前因为睇咗《爱的迫降》，阿袁彬弹琴哇，咁搞到我又觉得好有型，我要去练一下先，好浪漫。